洗完了，这里的厨师生病了，只能随便吃一点了。过来选个沙拉酱。酸的，很开胃，下次叫人多买几罐。谁说我要给你吃了？动作太慢了。这个沙拉酱味道的确不错，推荐给你。跟，我也打算去露台，顺路而已。跟谁都是这样打招呼。这里的厨师生病了，只能随便吃一点了。过来选个沙拉酱。吃起来像什么外用凝胶，这种酱加多少都没味道，就当作帮沙拉调色了。谁说我要给你吃了？做坏事无论有没有成功，都要养成不留线索的好习惯。跟，我也打算去露台，顺路而已。你跟谁都是这样打招呼。这里的厨师生病了，只能随便吃一点了。过来选个沙拉酱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要是换别人拿来，我会要他自己把这罐吃光。谁说我要给你吃了？做坏事无论有没有成功，都要养成不留线索的好习惯。跟，我也打算去露台，顺路而已。